组的登上名为 We All Are One Let's Love 的舞台。主办方设备的关系，导致一季在 WannaBe 时，基本上是声唱，被强迫成为消音版。实力兼具，在舞台上凭借强大的实力碾压舞台，真的不知道一姐是怎么长大才可以这么强，希望可以赶快开巡演来台湾，让我哥哥赢啦！Thank you.